好睇，其實個節奏好快，咁每位演員都有好努力咁表現到佢哋嘅唔同嘅性格啦。咁呢套喜劇應該去睇嘅，因為幾好睇，好笑。首先恭喜曬《波飲情人》第二次重演非常之咁成功，非常之咁好笑啦。其實我覺得喺即九十分鐘裡面咁短嘅時間，要交代咁多嘅人物關係咧，係非常之難嘅一件事嚟嘅，亦都辛苦曬一班演員。即睇見佢哋嘅落力咧，我哋都真係每一行嘅。咁所以就我覺得今次一班演員佢哋非常之落力啦，尤其有幾位係第一次參與舞台劇嘅演員。咁希望嚟緊場場咧咁爆滿，場場咧咁好笑，因為而家香港太多類戲啦，得閒多啲呢啲劇俾觀眾睇咧，令到大家都開心啲，係超正。波音情人非常之开心，因为是由头笑到落尾。这一套的 drama 其实我已经等了一年的时间了，去年的现在我都是在这里看他们。卡斯不同了，看到 Money 还有连思雅他们做，觉得他们很突破，就是中间有些很sexy 或者是有些很亲密的场面，他们做得很放，还有令到观众非常之投入。由头笑到落尾，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好的 drama 来的，加油啊！快啲嚟睇《波音情人》啦！